趁我外甥去上学偷他俩玩具。现在工作都这么难找了吗？小马桶都跨行业开始营业了，我去，全是日文，没一个能看懂的。这应该是款式图吧？哎，这个字我认识，剑豪，快看，这不是日本武士最喜欢的地中海发型吗？那我猜这个应该是艺伎。他这把刀上竟然是个奥利给，真是时尚圈的事我看不懂。这个看起来像个整蛊玩具，先看看这个里边怎么还有个臭皮包。我说怎么一开盖一股臭屁味儿，这小子是不是故意的？里面还带了两袋粉粉，这都是啥味儿？看不懂，算了，咱还是先组装今天的主角吧。哎呦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啊，竟然还是电动智能款，开盒也挺顺滑的。最后安好桶盖就可以了，拼装挺简单的，一边再给他来一个，完美。让我看看说明，虽然咱这文字看不懂，但图片总能看明白吧。给它组装好以后，意思好像是要往里面倒粉粉，关键是倒哪一袋啊？这张图看起来是让摇匀吗？然后我猜应该是要倒两盖的水，然后等待就可以喝了。我现在是不明白倒一袋还是倒两袋一起啊？如果是倒一袋，那第二张图为啥又让摇匀？这个干不干净？算了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我去，这袋怎么看起来那么像老鼠屎？你们说这得多大的脑洞能想出这创意？这么看共享了，不管了，咱就两袋一起给它都搞里头，然后伸出你们的双手和我一起摇起来。你别说，闻起来还挺好闻的呢。怎么说呢，有点像草莓，还有点苹果的味道。给它来点 water， 好像有反应了，再给它搅拌搅拌。咋感觉要冒出来了，赶紧先喝一点。咋感觉没少，反而越来越多了。咦，好酸啊，这造型一言难尽，又冒了又冒了。我长这么大也没想过会用这玩意儿喝饮料，瞅瞅这个，我去，里面果然有坨奥利给，看起来玩法也很简单，底部这个位置给它灌上水就可以。我去，这玩意儿不好加呀，撒了我一桌子。看看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还挺有劲儿啊，自不远，拿这个整一下朋友，你们说我会不会挨揍啊？刚给他洗干净了，你们不是嫌娃屋没马桶吗？这不他就来了吗？那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拜拜了各位。